米西米西，哎，米西米西，嗯，哈哈哈哈，电磁炉搁那调不动啊，那调那调不动了呀，电磁炉那，都搁气上吧，搁气上吧，冷面条吧嘛，啊，冷面条，今儿还不冷嘞，嗯，没一会儿开门自己吃多没了，下老面条再好吃不多，都刀子都多，那你都把谁多呀，年人啊。你不得的随身都带着百元大钞，毛肉吧，是肉吧？有酸菜，炒肉。坐着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今儿拿了堆儿，你我还背回家，我这堆儿。对好了。顿顿都有肉。啊，对。你一俺叫么一超市样样驴，那薄膜配肉回来。那找薄膜。馍能晚上睡不着都干啥呀？睡不着。嗯。那睡不着，哎呦，想想这，胡想八想，看手机嘛。不是看见大斗地主嘞？啊，又看斗地主。斗地主也可没看嘛，不知道。这是第六味儿，馍。都有味儿，不是第六味儿，至少没有肉味儿。你夸谁的呀？没夸人呀。老面条。嗯，还带外。吃完肉还放点腰肉肉。吃满了，我吃了老卖。找一些年些吃肉，一点都平常，整个一年都不吃肉。是啊，今天让面条70-73块钱，坐坐头口。开着门办事，他说没温度老吃。开门快十多。啊。再老点就说。嗯。肯定。嗯。都吃了呀，你看。俺开门做中啊。你咋弄的？晚了。今儿晚上晚了。好久不见了，天天面条，天天面条，天天面条，什么？哎，这看着差点坐到茶壶嘴上。我的王哥呢？你找人帮我放屁。哎，那个说的那个菜，就把它撒的那，啥呀？红丝菜。里头结草莓了，扔了可能。顺顺吗？你去当你装，你腿骨。这肉是化了一下。化了一下。嗯。咋又化了？用锅里处理了一下。化了一下。嗯。用锅里处理了一下，我哪说划了一下？啊，你看我上次说划了一下的，反正是处理了一下。啊，用锅里处理了一下。炸酱面条肉块都不会弄。你没吃过？咱这炸酱面，咱们也弄炸酱面条呢。对呀，那不是炸酱面条。我这都吃过，咱吃面条吃过。咱没吃过呀，炸酱面条呀。咱这面条，咱俩切点萝卜，搁点肉，加点狗肉吃的中。哎，你量量吧。我盛了一碗不够啊。来俺很吃老了，你看看，吃的这，你看那口，成天吃的，你看你这都吃的了，记不住，成天都记不住，给。你趴着，你来，我在那，等，该干嘛该。你趴好，你趴好，你那四条腿朝地，你我在等。你还趴着点擀面条都。来，你来教你，是吧？跟那都是炸，你家筷子活我都管，就这样。你跟你还俩手，谁不会呀、啊？你会炸好点。那谁不会呀、啊？你弄吧，你会你弄吧，该。我炸好点，我还骗你还快的给。你炸好点，我还骗你还。你会炸好点？你咋炸到你？你炸好点，老是大么的，老是炸好点，你会炸好点？你会炸好点？你会。俺都会，你的。哪样？
转回东南，咋转了？转了，你要转东南，转不咋奇怪，他这转的转了不起指头啊？啊，不起来，他俩可好了，就是他俩都分不开了，他俩可起来了，转了他孩儿，他孩儿快分开了，转了你，转了外甥人，转了姊妹们，转了爹娘都快分开，就这俩，唯一这俩指头分不开，那得奇怪啊。伢啥子那分不开啊？伢腿那分开，伢整整那分不开。你分吗？呀！你喝点啥？你别喝，还得吃我劲儿，该。你分开了吧？他分开，他大拇指都分不开，两大拇指都分开，两指都分开。好分不好？不用谢。那给伢尝，给你喝点吧。我不喝。干，我不喝呢。给少喝点吧。不喝。你喝吧，你喝吧。那杨可呀？谁？杨可呀？淑珍家的闺女。说人家的闺女，你可端的白汤，你看做闺女你还多好。俺老了，俺侄女给我端的茶喝，白汤喝喝。嗯，啊。就是啊。那咋看？你叫你咋看也不知道。不咋够就去买那那床，你睡两次睡。你那。你那小子，俺说了床，你不。本来俺小娃还没有经历过那的。走吧。吃了面条了，可点瓜子儿，该再给你点儿。干。十年前买的。